是为了李凯偷手机的事儿。他没偷。你怎么确定的？我知道。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一会儿去买车票。去哪儿？回去吧，他们不会揍你的。你不懂。那你想让我干嘛？跟我走吗？你不要再折腾我了，我妈刚才还问我呢，不知道她从哪知道了学校的事儿。你去了那什么满洲里，你又能怎么办？会有办法的。你看看周围，所有的人都活着。我来见你冒着很大的风险，如果别人知道了，我就惨了。没人知道。为什么打他？我今天才知道，我爸是因为受贿才待在家里的。跟你打人有什么关系？我听了这些，就觉得应该动手了，就跟流程似的。